嗨，欢迎来到海豹日常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做啤酒虾哦。那顾名思义呢，就要啤酒，然后跟虾，然后我们还会加一个枸杞。OK， 那我们就先加啤酒，来，啤酒整罐倒下去。来，这边有多的哦，不要浪费。喂嘿，我们把整罐倒下去。好，啤酒下完之后呢，就下我们的虾子，把虾子倒下去，然后煮至半熟的时候呢，丢枸杞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先把盖子盖起来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虾子，虾子呢两面都红了，我们下一点葱做一个点缀。好，这个是好吃的虾子，可惜啊，虾子有点不够多。OK， 我们做起锅。酒虾完成。试吃时间，来看一下满满的虾有没有？哦，那个酒的味道非常的重。我们来吃一个。哦，外面呢沾满了那个啤酒的味道，我觉得这个呢非常的下饭。我们看一下虾子，吃里面那一层呢带一点虾的甜味之外，也带一点酒的香气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啊！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分享，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，来帮我订阅一下。我是海豹，海豹日常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